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进和平卫视中文台收看我们的学者访谈栏目在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云南玉溪的赵荣亮赵阿红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来自云南大理的米宇刚米阿红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来自云南开远的马亚马阿红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认主独一是信仰的核心是每一个穆斯林毕生所应当追求的最崇高的一种知识那么今天就请几位阿红来给我们讲一讲有关于在认主独一当中如何去认知伟大安拉的雄伟 Bismillah wa alhamdulillah wa salatu wa salamu ala habibillah amma ba'du Ayuhal mushahidun al-kiram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电视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再次与大家在一起共同论述伊斯兰的知识信仰那作为对安拉苏布哈努塔拉的尊名属性实有那安拉的水法子包括安拉的神秘欧白岁鲁阿利姆嘎地鲁法阿伦利莫尤瑞度等等将安拉的深知安拉的全能安拉的为所欲为以及安拉的本听本观我们做了一些粗犷的认识也作为一名信士每一个人的话如果深深地懂得了安拉苏巴哈努塔拉的这一些属性那他会时刻将自己的全身心都置于在造物阿拉苏布哈努塔拉的监督之下不敢为所欲为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还要对造物阿拉苏布哈努塔拉的阿法阿里也非阿法阿里拉希苏布哈努塔拉及阿拉的一切行为阿拉的一些作为我们这一讲做一些了解那作为安拉苏布哈努塔拉在整个宇宙万物当中所创造的一切 Mahlukat 包括我们人类都是造物主安拉苏布哈努塔拉的一个杰作是安拉苏布哈努塔拉的一个行为因为安拉要造人要造整个宇宙万物不需要跟人商量不像我们人一样的需要商量或者需要策划安拉的行为的话是反阿伦里玛有瑞度安拉是做他所想做的事将安拉所为所欲为伸起手的能力给我们舌头能讲话的能力让我们眼睛有观看的能力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话都是安拉苏布哈努塔拉的行为所致的就正如安拉在古兰经里边告诉我们说的 Wallahu khaliqu kulli shay'in 安拉是创造万事万物的同时安拉也在另一节古兰经里面告诉我们 Wallahu khalaqakum wama ta'malun叫安拉不仅只创造了你们还创造了你们的一切行为所以从这两节阿耶提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安拉的 fi'l 安拉的行为所以我们的一切行为我们的一些感官我们的一些动与静等等都在安拉的就是安拉的行为范围内所以我们感赞全能伟大的安拉苏布哈努塔拉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能力让我们会思考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能力能吃得下睡得着能够大小便的自然的排泄等等所以如果说我们走到医院里边去看一看的话安拉的行为使一些人的话吃得下睡不着或者吃得下无法排泄这一系列的话才能让我们深深的感知安拉苏布哈努塔拉他的行为是为所欲为的也能够让这个人的话能吃也同样可以让你吃不了也可以让你能吃得下能排泄也可以让你吃得下排泄不了都在安拉的这么说也可以赐予人生命他同时也可以收回人的这个生命所以让人时刻去通过纪念安拉去感谢伟大安拉所恩赐于我们的一切我们所美好的东西美好的这些恩赐同时也敬畏安拉去顺从安拉那这是从赵老师的谈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阿拉苏布哈努塔拉的一切行为都是不受到任何约束的
就好像古兰经阿拉斯潘莱特来说 فَنْعَالٌ لِمَا يُرِيدُ， 他是为所欲为的主，他的行为不受到任何行为的任何东西的限制，而我们被造物作为被造我们的行为则是受到阿拉斯潘莱特他的限制。所以说我们的人的行为是有限的，甚至我们人的理智人的这些思维都是有限的，但是阿拉斯潘莱特他的大能是无限的。阿拉斯潘莱特他为所欲为，就好像在前面我们已经学习到一节古兰经，阿拉斯潘莱特说 وَإِذَا قَضَى عَمْرًا فَإِنَّمَا يَقُولُ لَهُ كُنْ فَيَكُنْ， 当他要判决或者要抑郁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只要对他说 كُنْ 你有吧 فَيَكُنْ， 他马上就会有。万物的存在这种创造对安拉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他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庞大的在人类我们自身是有理智的，那么我们的理智支配着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的这种行为是否也是属于安拉苏哈纳胡瓦塔拉的一种。刚才我们就讲到了，就安拉胡哈拉嘎空瓦玛塔阿麦路呢，就安拉苏哈纳他创造了你们并且创造了你们的行为。这句经文怎么样理解呢？我们的一切行为这个包括比如说那个我们的手，我们的手那个需要的抓拿等等，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话是造物主安拉苏哈纳给我们安排的，就创造双脚的话让我们的行走，这个行走的能力也是安拉斯巴哈努特拉给我们造化的，我们的眼睛造物主安拉斯巴哈努特拉，所以这个观看的能力观看的这种行为同样是安拉斯巴哈努特拉而给予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自身的一切器官它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行为都是来自于造物主安拉斯巴哈努特拉在先天里边就给我们组装好，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安拉苏巴哈纳胡塔拉给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都创造了眼睛，但是有些人有些孩子生下来是我们说先天盲开里瞎先天盲，安拉可以给你创造这个眼睛，可以让你看也可以让你看不到，所以说我们要胸怀敬畏，用我们所获得的拥有的这种恩赐去做一些安拉所喜悦的事情，去看一些哎，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行。在这儿的话就是对于每一个人的这个行为，那么阿拉不是说在古兰经不是说了吗，我只以你们的能力加以责成，那么能力就是阿拉赐予你这个理智，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用你的理智来判断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该是怎么做的，但最终的结果是阿拉已经情定在哪，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在你的理智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对，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阿拉的前定，好的那也是阿拉的前定，那么不好的也是阿拉的，你不能说我去这个放在哎，这是阿拉的这个前定我就不管了，不，那么阿拉给你理智是干什么的，就是让你去思考的，以后的话阿拉在询问在就是清算你的这个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托词。对，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说我们的一些行为我们的哈，尤其是我们的智慧，造物主阿拉苏巴哈努他特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智慧，人类的一种智慧的话我们要用智慧的话去感恩戴德对造物主阿拉苏巴哈努他，所以造物主阿拉苏巴哈努在古兰里边提及到我们哈利克图的正的我的印色伊拉里阿布杜尼，说我创造神类和人类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敬死我崇拜我，所以为什么阿拉斯巴哈努他没有把理智没有把这样的一种思考这一种思维的能力的话给予一些牲畜，包括我们的牛羊马骆驼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牲畜，要讲他们的体魄的魁梧他们的能力的惊人，那我们人类是无法比拟的，他们的生存能力我们人类的话无法能像大象像那些牛羊马骆驼等等的一种生存能力的话去生存，他们能够在野外生存，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一些那个电视频荧屏上出现的说哈，那人们的话在野外的求生存野外求生演讲那个去适应这样的一种求生能力，但是我们说你也许连一个小蚂蚁的能力都不如，一只小蚂蚁能够在野外的话能够自然的而且很自由的能够生存，但我们人类的话或许去一天或者半天有些人的话他就要死亡，他没有这样的一种生存能力，
但是造物主安拉苏布哈努他恰恰给我们人类组装的阿格里理智智慧，并且给我们的智慧的能够知道用智慧的话去支配我们的所有的行为。比如现在我的大脑在指挥我的手让它动，它马上会动，让我的大脑的话指挥我的眼睛看，它马上会观看。所以这一切哈那个完全的精密的意识的组装，这是完全来自于安拉的一种 fi'l， 安拉的一切行为。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一块手表它的组装很精密，我们就认为这样的一位设计师他很高明，但是我们看到安拉斯巴哈诺特拉给我们的这一种组装的精密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敢赞安拉斯巴哈诺特拉？好的，谢谢伟大安拉赐给我们更多的理智，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和知识，让我们加深对于伟大真主的认知。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刚才呢我们几位阿轰也给我们谈到了伟大安拉的行为，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话题，并且我想在学者们给我们讲一下，作为穆斯林我们了解了对于伟大安拉的这种行为这种作为的认知以后，对我们自身对我们的思想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一种指导意义？其实在这个对于安拉的这些行为的一个认识，那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增加了就是人们对安拉的一种确信，或者说加固了人们对安拉的一种信仰。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安拉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他自己这一种大能的体现，对，大能的一个体现。那么穆斯林对于他的话，那么一个被造物去理解一个造物主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所以说对于安拉的这些为所欲为的这些行为，那么我们为了加深自己的信仰，那么对于他来说，那么这是完全的相信安拉有这样的能力，也就是说加深人们对于安拉的这种虔诚敬畏和托靠。因为人的行为绝对是不可能改变变更安拉的行为，但是安拉的行为却可以变更人类的行为，人的行为。就像我们说了这个求医问药，人生病了都要去找医生，然后去找这个好的相克的这种药物。那求医问药是对的，但是这种行为绝对不是绝对的，它不是绝对奏效的。因为有些时候还有一句话叫病入膏肓，那到了这个时候这个药本身它还是药，它没有改变它的性质，它还是会治病，但是却对某一个病人无效，说明伟大安拉的行为干预了，伟大安拉没有让这个药物在这个病人身上产生这种疗效，这是安拉的意志，这个人要服从安拉的命令该回归了，是吧？对，所以说对他的一种完全的托靠。对了，这个作为我们对于安拉斯巴哈诺特拉给我们人类的这种行为，也是给我们创造的智慧，以及我们的智慧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各方面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些能力的话，但是造物主安拉斯巴哈诺特拉在古兰经里面告诫我们说，你们的眼睛、你们的心灵、你们的行为都要受到拿问的。那这些古兰经的话，同时在告诫我们，既然安拉造化我们这样的一种行为。但是我们的行为并不能说你为主造化我了我就为所欲为，这是你为主的一种造化，把一切责任的话全都推卸给安拉苏巴哈诺特拉，不能这样做。所以安拉苏巴哈诺特拉给人类的话有一种伊赫提亚里的权利，就选择的权利，就因为给我们的理智的话又告诫你的手的话你不能伤人，虽然手的话也会有伤人的一种行为，伤人的一种能力，但作为在这一方面你要控制它，所以有选择权，人类有选择权，所以选择的好与坏完全于出自于我们的一种初衷。所以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初衷的话完全是为了安拉苏巴哈诺特拉，那甚至我们的一口饭每喝的一口水全都是主道上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的先知算了拉哈里桑来告诫我们的，甚至你将一口饭一个卢古门命的塔姆一口食物的递到喂到你的妻子的口里边，这也是一种行善。说这是取决于我们的内心的一种动态，我们的内心的一种行为，要跟安拉苏巴哈诺特拉造化我们的这种行为的话完全默契的配合在一块。所以我们说选择权取决于我们，
所以再怎么样的话，安拉斯巴哈努已经告诫我们了，虽然我们有能力，我们的智慧的能力的限制，我们的能力有能力所及的一些限制。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的话，虽然也很有能力，比如现在我很能讲话，但如果让你讲上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六个小时，恐怕你就会瘫倒了。你再会讲，但是能力是有限的。我的眼睛的话，在你中间有神，是 1.5 的视力，但超出 1.5 以外的视力以外的范围，你就无法看清。你能看清公里范围内的事物，但是公里以外的事物你无法看清楚，所以都有限度。我们的听力也同样如此，我能听清在这个房子里边现在大家的讲话，但如果在房子的外面，那个能力，我的耳朵的能力是否能够顾及得到，顾及不到。所以作为每一位普民的话，要深深的明白造主安拉苏巴哈努提拉给我们的这种行为，但它有行为的一种能力限制性，但是同时的话，我们要对我们的能力的这种行为，这种行为的话呢，给予一种很好的一种利用它，就是所以安拉给了我们一个和第二人。所以如果说我们犯罪了，安拉要拿回我们。也就是说，伟大真主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人类的行为，同时伟大真主又给人类通过派遣使者降世经典，通过这样的一些启示来去引导人类，告诉人何为正义，何为邪恶，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等等，真理昭示以后加以引导，就是告诉人你如何选择。这个时候开始考验人类，你用你的理智去选择应当去做的，而放弃那些。最终安拉又会通过每一个人他所选择的善或恶而加以赏善罚恶。就好像阿拉斯潘莱特拉在古兰经当中所说的，我还带一难我们来去带引，然后我引导他两条道路，要么就是感谢，要么就是媚恩，就是说阿拉斯潘莱特拉给予人选择的权利，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前定如大海，选择如方舟，人们是有权利或者他有这个能力自己去选择，而他再怎么选择都逃脱不了安拉的签订，而他将会因为他所做的这些行为而受到安拉斯帕诺和他来的赏善罚恶。那作为这个对安拉斯帕诺他的这个签订，我们人类的一个伊赫提尔这样的一个方面的选择，那刚才几位的话都已经谈及到，所以我们对安拉的这个行为，我们创造了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话，我们的选择权就是作为阿拉苏巴哈诺特用古兰经和哈迪斯对我们的一种指导，懂吗？要从古兰和哈迪斯当中去挖掘去看这种行为对我们是有利，那我们就去执行它，如果这个行为的话对我们是有害，那我们就赶快禁止。所以这一系列的话，为什么古兰经里边提到我们的心灵是要受到拿稳的，心灵受到拿稳的，所以我们的一切行为的支配是完全来自于我们的心灵。所以我们的先知萨拉拉斯告诫我们，说真的在人体 身上的话有一块肉，当这块肉是善良了，是好了，整个身体就随之而善良。如果这块肉它坏了，那糟糕了，阿拉要子比勒，那它整个身体就会随之而坏，真的它就是心。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的哈迪斯以及古兰经当中的话多次提及我们人的一些心态，说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行为变成好或者是变成坏。所以为什么安拉要由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和我们的心灵上来受到拿稳？赵老师刚才所提及的这段圣训一样，这个心要接受安拉的这个审判，那么也就是心好了，他的心好了意思就我认为一心好了，他就是指心导向这种上功，指导这个肢体去行善的话，那么整个肢体所做的这些工作，那么对他的这个人生来说是美好的。如果这个心一旦产生了这种邪恶的思想，那么导致他的这个身体去做这些坏事，对，那么他所得到的这个惩罚的话，那就是火狱当中滚烫的火狱，或者是温度极高的这个火狱。对啊，这个所以也许或许会有人说，那既然是一切都是来自于安拉苏巴哈努特拉的签订，那么作为我一个犯罪分子，他犯罪了，那这一切也是安拉签订的，或者一个人的话行善，那是也是安拉签订的。是的，我们说仆人的一切行为，尽管自己有选择的权利，但全都在安拉的伊拉德之下，
古兰经里面已经告诫我们说，有顿路嘛也收，我也还得嘛也收。安拉随意让人迷误，也随意引导他所意义的人。说安拉要引导他意义的人，要使他所意义的人的话走向迷路。那我们的经注学家在解释这些经注的时候说到，那是不是今天的迷失者的话，这是安拉苏巴哈努特拉不让他走正道而导致的？那最后的行为应该归给安拉苏巴哈努特拉，不应该归给这个犯罪分子，因为他想行善，但是安拉不让他行善。阿斯塔弗鲁拉，不是这样的。那这句阿耶提的话哈，那个有另外的一句阿耶提，他给我们做了一些解释。安拉苏巴哈努特拉说，凡是一切恩典都是来自于安拉苏巴哈努特拉，但是一切灾难的话，都是我们自讨苦吃。是人类的自作自受。所以为什么安拉苏巴哈努特拉格拉姆主张这样的一个阿格里一个理智智慧，但是把这个伊赫提亚人他的这个核心所在交给了我们人选择，交给了我们。说比如说现在有三个朋友在一块，两个朋友的话他喝酒，两个朋友说来陪我们喝一杯酒，你不能说哎呀他约我了这样的我就喝吧，这样的做法你有选择的权利啊。你是要选择随波逐流，还是要选择处于污泥而不染，要成为一个洁身自爱的人？所以这些行为的话是取决于你自己，自己的选择。对，所以我们说要明白一点，就无论人类的话如何的有多大的能力，但所有的选择和能力完全在安拉的伊拉的安拉的意志范围内。我们说的就是刚才所讲的前定如大海，那个选择如方舟。对，选择的话那个那是去东面或者去西面，那个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完全取决于你这个，完全取决于那个船夫。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今天的话很多人的话迷失了方向，对安拉的这个 FIL 安拉这个行为方面的话，总觉得某一些人的话他为什么会富有，为什么会有一些穷人，为什么我会变成穷人，为什么不把我创造成是一些富有者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话，都在安拉的伊拉德之下，安拉的意欲之下。但是你要自甘堕落成为一个平民，那是你的，要想成为一个富有的人的话，那是你的努力而所致。安拉的创造是完美的，所有的一切创造好了，有善的这条道路，恶有恶的那条道路，而在每一条道路都有一个终点，是通往乐园还是通往火域，就看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所以对自己的选择要负起责任，对于伟大安拉的前定你要充满美好的希望。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